哎，脑袋这边，报仇！什么？三分快，抓到三七分，纳新，马上到。 养只两跑出1000多山鹑，哇塞，穿这么正规，准备去挖城墙吗？准备去喝喜酒。花心怎么样？挺标致的。走了，取风了，本娜，赚点油钱。等我，快点啊！等我，快点啊！看到没有，这里破了个大洞，鹌鹑全部都往后山跑了。抓到什么分？抓到3-7分。信，你给我拿点鹌鹑饲料。可以。 大哥，嗯，这样我去砍竹子，你去买线，咱们做个弯刀流陷阱，赶紧。行，那等一下在养殖场后山汇合。行，我去砍竹子，好，快点啊，好。安娜这里呢？我看到你了，先买回来了。弯刀流陷阱要怎么弄？你先找个好位置，挖个拳头大的坑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，鹌鹑爬过的地方啊，好。 安娜，这个爬过的痕迹，拿起来，你挖。倒是不倒是不是鹌鹑？不管是不是，我来安装，等下你差点饲料。毛都没抬。这样就好了。大哥，弯刀流讲究的是快、准、狠。手机往下。好。嘟嘟，你看，这只鹌鹑就中了。吃完头会往这里走。好了，过来安装。好。 三两边啊，嗯，这个地方不错，走，看一个，嗯，哎，长多一点啊，让我吃个饱，嗯，少量饲料，哎，让我吃饱饱。快看看，嗯，安鹑你能不能追上？啊，哎，脑袋这边，报仇报仇，看好一点，快看，嗯，那边这边这边，来这里这里，看到了没有？ 明明是往这边跑的、啊，老安太过来，我发现鱼，我立刻的蛋，立刻的蛋，啊！这网应该顶过去的，别碰，哎，立刻就过去了。别碰就对了，走走走走，我这开关还没弄啊，你就放饲料，我怕去喝酒去迟到。这不最后一个嘛，伴娘还没走呢。不是伴娘的问题，我是太久没吃海鲜了。走了走了，最后一个了，你们一起去，我不去，他们没请我。那伴娘好看，记得给我来电话啊。恩仔有点不对劲哦，哪里不对劲？那老板说抓到鹌鹑3-7分，到底是我们去还是他去？那肯定是我们去啊，他只是说3-7分，3是对着我们的哦。对哦，走，找